第十六题，老师将浓度十二大 m 的盐酸溶液0.5公升加水稀释成六公升，请问稀释后盐酸溶液的浓度与摩尔数分别为多少？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加水稀释不会改变我们溶质的量，糖水加水，我们不会改变糖的量，所以我们的糖的量跟原来是一样。根据我们的公式，大 m 就等于体积分之摩尔。体积要用公升做单位，原来有12大 m， 有 0.5 公升，所以原来的摩尔数呢，就是12乘以 0.5， 也就是6摩尔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摩尔数呢就是6摩尔。然后我们再加水稀释成6公升，那么我们一样，那么公式叫做大 m 等于体积，体积用公升做单位分之摩尔。我们的摩尔数还是一样，是所谓的六摩尔，现在有六公升，所以出来就是一大 m， 所以我们的浓度呢，现在就变成一大 m。那么我们有一大 m 的六摩尔，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稀释后盐酸溶液的浓度与摩尔数分别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一大 m， 六摩尔。